次以為就是在這裡旅行的是玩的，然後之後呢就可以隨時回去香港的，不過就誰知就想一下想一下，原來發現了原來要住在這裡我成世那又不可以回去香港的，那就覺得有點害怕咯，因為全部的朋友都在香港那裡，之後 又怕自己很孤單的樣子，所以就喊了很多日的，咁而家就冇問題啦，因為終於都有朋友啦，仲有就適應咗加拿大嘅社會度咯。咁我希望新嚟嘅香港人可以容易啲適應加拿大嘅社會，因為我哋嘅幫助 with our help， 咁就希望你哋中意呢個活動啦。OK， 咁我哋第一个我哋嘅 first performer 咧就系、叫做 Uni Young， 咁咧Uni Young 咧就会弹个古琴嘅，咁佢系加东古琴。So she, okay, I'm sorry. So she is the founder of the